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赵丽颖与谭健次演技大比拼，显血全剧最大看点。赵丽颖化身为盐业女侠，揭露和反抗封建社会中的腐败和不公，谭健次则带来意想不到的角色转换，他们是如何在一夜之间吸粉无数的呢？本文将带你探索这部剧的魅力所在。在《显血》这部剧中，赵丽颖饰演的苏静瑶是一位勇敢而聪明的盐业女侠。她身着华丽的古代服饰，披着一袭黑色斗篷，手持一把锋利的匕首，展现出果敢决断的形象。在剧中，她不仅要面对封建社会中的腐败和不公，还要与那些试图破坏她复仇计划的人展开激烈的斗争，看得我是一整个多巴胺飙升啊！太刺激了！在一次关键的战斗场景中，苏静瑶身手敏捷地跃上了一座石桥，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交锋。她巧妙地躲避着敌人的攻击，同时用匕首进行反击，展现出了她的勇气和技巧。在另一场戏中，她潜入了一座豪宅，为了获取重要的信息，她不惜冒险闯入险境。这女子身手了得啊，在下真的好佩服。而谭健次饰演的角色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角色转换。他原本是一位温文尔雅的公子，但在剧中经历了一系列的变故后，逐渐转变成了一位充满野心和心机的反派角色。在关键时刻，他为了自己的王权地位就背叛了所有人，真的是冷漠无情的杀手。在剧中，苏静瑶和谭健次有着复杂的情感关系，两人之间的互动充满了紧张和刺激，他们互相角力，各怀心思。然而随着剧情的发展，谭健次的角色转变让他与苏静瑶产生了矛盾。他为了追求权力和地位，开始变得冷酷无情，甚至背叛了那些曾经信任他的人。苏静瑶对此感到失望和痛苦，但他并没有放弃对谭健次的信任和感情。在最后的关键时刻，谭健次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决定与苏静瑶一起对抗敌人，捍卫正义。他们的共同努力最终取得了胜利，而谭健次也因为自己的转变而得到了苏静瑶的原谅和接纳。在他们的爱情中，我看到了很多矛盾点，他们两个人彼此相爱，为了对方就互相的牺牲与成就，这还是很让人羡慕的。好的爱情是需要彼此磨合的。此次在《显血》中的突破，不仅仅是他形象上的改变，更是演技上的一次大挑战。赵丽颖将内敛和爆发完美结合，将一个复杂的角色诠释得淋漓尽致，这无疑是观众的一大视觉盛宴。这部剧真的演绎得很真实。这部剧中还融入了一些深度的思考和社会问题的探讨，如封建社会中的腐败和不公，这些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也存在着。这个社会没有公平可言，到处都是你死我活的局面，这是一个竞争的社会，充满了对人性的考验。在我们的社会中，封建社会的腐败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虽然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但是封建社会的影响仍然存在，并且在某些方面甚至有所加强。在封建社会中，权力往往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这种权力往往会被滥用，导致腐败的产生。一些封建社会的官员和贵族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力谋取私利，甚至不惜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这种腐败现象不仅影响了社会的公正和稳定，也损害了人民的利益和福祉。赵丽颖和谭健次作为该剧的主要演员，其才华和表演实力备受期待。然而在剧情发展中，两位主角所饰演的角色选择了背叛亲人的道路，这一情节让观众感到意外和震惊。这种转折在剧情中的突出呈现，让人们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和好奇心。这一剧情线的发展，使得观众们对赵丽颖和谭健次的演技和角色塑造充满了期待。目前许多观众都在等待并期盼着该剧方面的正式回应或确认，以便能够观赏到赵丽颖和谭健次的精彩表演，并更深入地了解这一突如其来的剧情发展。无论是支持还是质疑，显血的剧情发展都引发了观众们对这对演员搭档的关注和期待。希望未来能够看到更多关于剧情走向和演员表现的官方消息，让我们能够更加期待并体验到这部剧的精彩之处。王一博被 P 图增重20斤，网友操作让粉丝惊讶不已。王一博作为网友很喜欢的演员，因为其呆萌又高冷的性格，经常被网友作为搞笑的素材，差点被玩坏。最近又有网友突发奇想，将一博 P 胖 P 小20斤，结果却很意外。左边是原图，戴着帽子的一博笑得一脸开心，本身就像个孩子， P 成小孩后更加可爱了。放荡不羁的谢允 P 成小孩后脸上肉嘟嘟的，眼中调侃的神色也变得无比真挚，看上去十分呆萌可爱。这张图也是可爱加倍的一张，
原本就很 Q 的一博，批胖后 Q 萌翻倍，变小又怎么能少了我们的蓝忘机呢？萌化版的蓝忘机你觉得可爱吗？粉丝本想逗弄下一博，结果发现无论是批胖还是批小，王一博都能轻松 hold 住，谁叫人家本来就只是个二十出头的少年呢？结果实在是很意外。你觉得哪张对比最强烈最可爱呢？太抢眼。他是王一博的粉丝，和合影王菲、章子怡女儿也稳居 C 位。肖战专心唱歌，一旁粉丝的表情亮了，粉丝实名羡慕。只追星过王一博，学霸出生的他才是真正的豪门千金。陈情令主演现状如何？除了肖战，王一博只有他翻红了。王一博变成双眼皮会怎么样？看看大神 P 的效果。亲爱的读者们，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关于王一博粉丝们不可思议的创意和热情。最近一些王一博的忠实粉丝们展现了惊人的创意，他们将王一博的照片进行了有趣的 P 胖，让他增重20斤，结果让人大跌眼镜。王一博作为一位备受瞩目的明星，拥有着一大群忠实的粉丝，他们对偶像的热爱和支持无以伦比。然而最近他们展现出的幽默和创造力让人大开眼界。通过技巧娴熟的图像处理，粉丝们成功的将王一博的照片 P 滚滚的增添了20斤体重。这个意想不到的变化立即引起了粉丝们的热议和欢乐，让人忍俊不禁。在这些经过处理的照片中，王一博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形象，但他的魅力依然不减。粉丝们以一种活泼有趣的方式展现了他们对偶像的深厚感情，同时也展示了他们的创意和幽默。这种独特的方式不仅仅是对王一博的热爱和支持，更是展现了粉丝们无限的创造力和对生活的乐观态度。这些图像处理作品在社交平台上迅速传播开来，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粉丝们纷纷表示，这种意想不到的变化给他们带来了愉快的惊喜，也展现了他们之间紧密的羁绊和共同的趣味。许多网友纷纷留言表达对这些创意作品的赞赏和喜爱，称赞粉丝们的幽默感和对偶像的热爱令人感动。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这些照片被 P 得圆润可爱，但王一博的魅力依旧无法掩盖。他那灿烂的笑容和迷人的气质仍然吸引着大批粉丝的目光，无论是哪种形象，他都展现出了与众不同的魅力。总的来说，这些粉丝们创造的有趣照片向我们展示了他们无限的热情和创意。他们不仅仅是偶像的粉丝，更是拥有着丰富创造力和幽默感的群体。他们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表达对王一博的爱，这种搞怪而温暖的举动让人感受到了他们真挚的情感和对快乐生活的追求。在未来，相信王一博的粉丝们还会带来更多有趣、温馨的创意作品，用独特的方式传递着对偶像的深深热爱。让我们一起期待着更多精彩的 P 胖照片，感受这份温暖与幽默带来的快乐吧。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